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一集，净菜电商平台给许多消费者带来了新的餐食选择，让我们在避开外出就餐的饮食健康问题之外，还能自己在家便捷的烹饪健康的食品。然而之前许多净菜电商平台由于用户粘性不足、行业竞争较大等问题，最后的发展都不太理想。马克·安德森 Mark Andreessen 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人，他也是知名风投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16Z 的联合创始人。他曾经在某次采访中被问到广告牌上到底应该投放什么内容，他回答道：提到广告牌，我曾经考虑过投放空中广告，一种新兴广告形式，通常利用飞机、气球为媒体，以天空为背景，书写或悬挂巨幅文字或图案的广告。但如果是旧金山市中心的广告牌，那我只会考虑在广告牌上写两个字：提价。对于安德森这个回答，他实际上指的是对同样的产品加收费用。当然，这通常都是一个好的建议。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有一家公司还萌生了另一个有趣的想法。这家公司名叫 Topola， 是一家智能烤箱和净菜配送初创企业。它在本质上采用了净菜电商 Blue Apron 的商业模式。不过后来 Blue Apron 这个模式也被证实是不可行的，并且试图在其商业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主要则是在前期收取更多的费用。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Blue Apron 发展的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极为痛苦。自 IPO 以来，其股价出现了腰斩式下跌，最大跌幅约 98%。 这家净菜电商领域的先驱者一直在获客成本和顾客终身价值等方面苦苦挣扎。 Blue Apron 于2017年上市时，它简直就像是一台极简的赚钱机器。根据其当时发布的招股书，其获得每个新客的成本为94美元，而这些顾客在第一年内将在其平台消费606美元，第二年将消费261美元，之后的消费金额将逐渐减少。但只要 Blue Apron 能够将获取新客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让客户留存在其平台上的话，他们就能收回营销成本，然后甚至还能从中盈利。然而这些假设后来都被证实行不通。当 Blue Apron 正式建立起平台并投入运营过后，其他竞争者也直接照搬了这种模式，同时也在争取同一个消费群体。由于这些竞争者的获客渠道与 Blue Apron 是相同的，所以这些竞争者的目标群体也包括 Blue Apron 的现有客户群体。因此，这不仅会让其获客成本进一步增加，而且还会直接降低顾客终身价值。此外， Blue Apron 还一直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即一部分客户并不喜欢他们的产品。虽然其客户在有下厨想法的时候会通过其平台下单订购相关净菜食品，但当这些客户下班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过后，一想着还要花半个小时来准备和烹饪这些食品，大多数人最后宁愿选择吃剩饭或者直接点外卖。另一方面， Blue Apron 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客户非常喜欢 Blue Apron 这种以餐盒形式包装各种净菜食品的产品模式，但他们同样也喜欢其他竞争对手的类似产品。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智能烤箱和净菜配送创企 Topola 成立于2015年，其创始人大卫拉比 David Ruby 非常热衷于下厨，但由于平时总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烹饪健康的食物，他也因此而倍感沮丧。实际上，对于每一餐饭的选择都有在用餐时间、质量和成本等方面的平衡与取舍。
于是拉比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通过一项提供厨房设备的服务，帮用户解决所有耗时的苦力。2016年3月，拉比通过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发起了一项众筹，平台上1000余名支持者共计认缴了超过$250,000的资金，帮助其落实这个方案。随后这个项目又得到了包括 Y Combinator 和 Origin Ventures 在内的早期风险投资人以及泰森创投 Titan Ventures 等食品行业投资者超过$1,800,000的投资。